Google Phone 啊，G Phone，G Phone 里面哪些功能？我是觉得说比较炫的功能，像这个 Maps 就地图。地图其实现在这个滑鼠的有点像是到时候的这个一只手，你的手呢点到那边就它就会秀出这个功能出来。那上面的话呢会标示现在的这个是蓝牙哈，3G 上网，那讯号多强多弱。那点进去之后的话呢，当然它。因为这手机目前是以美国版为主，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到台湾的话，假如将来中文版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把它点住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它已经移过来了？哎，地图有没有？而且呢，更妙的是怎么样呢？虽然说这个是英文版的，但是如果说你今天